哦哦，确诊，与青春人们一起来了。哎，一点，看错了。这扎西应该靠中间立面进去。又来了，许真，扒了许真来了，什么时候跑来？他跑赵天印象去了，然后又去江西会。这个小朋友是一个老五，来个老六。睡觉觉，你要睡觉是吧？要睡觉吗？叫纳昌琴，纳昌琴，大西曲人你我们没有啊，这个今天是拉错在的，那不存在哦，现在咋就曲人了呢？哎，咋回事？那是不存在啊，不存在，都可以的，我们都跳得好。你朵儿还没来呢。扎西曲真应该这段时间第二次了吧，有一次也是他领舞，之前是拉错啊，就是扎西曲真。每个腔弹节奏不一样啊，完全都不一样啊，那个学习过不自然，过得快一些，但过去的时间长一些。应该走得比较慢，这一首歌应该走了10多米、20米左右吧。从那个角，那个雕塑那个地方走，这个雕塑就是这个地方很慢。如果是欧姆的话，走得比较快。我们慢一点也好哦。挖球球。
有可能明天抖音你我都不知道了，要不后来你零零零香香了点，雪域够赞。这个和美丽枪版完全没关系啊。哎呦，跑那么快啊！哦吼，都得跑，这要跑疯了跑过来，底下都。别枪！这两个跑得好快好快，飞过来的。底下转那个嘛，啊，在底下转大圈那个，甚至他们不是在底下转滚打圈吗？打滚吗？他们应该不会啊，甚至最早他是第一个搞那个，跑了跑了就底下转一圈。他们在服务区里面专门排练了一下。短了，才跳两分钟，没找到要那个视频。看看你忘了那天我们在那边应该在地上趴的一个好看。哎呀，直播！哎。